有一位社大的音乐老师，他自己是录制的影片教学，在透过线上课程团练，透过远距的音乐课闭门苦练，学生们的成绩如何？一起来看。那我一句，你们一句。老师透过自拍影片上传群组，在疫情不宜出门期间，大家反而有机会拼命苦练，每个人都有意外的收获。这段期间大家练的时间比平常几乎多出了五六倍的时间，我发现很多同学他们的吹奏真的有大幅的进步。不能面对面教学，同学反而更珍惜线上交流的机会。影片我们可以重复的练习观看，疫情期间学习不中断，大家相约疫情过后在音乐会友，期待演奏技巧更上。